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当然记得，在李家楼下那个听的高科技嘛。 想过我走的那天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高三了，居然还爬墙！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勇敢还是……你在算什么？我在算重庆到英国的距离。想到最远的距离，是你看得到我们一次欢喜。 却不知道，你在我心里一直不会变。你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从来不多，好烦啊！那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就在你身旁。如果不是你在这里。 我不会像现在游泳池，像一丛海面跃起，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。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，安然无恙的回忆，早就占满了你。 有一天，你的喜欢一定会发出光来。三傻他，狗哥，我知道是你。你们小点说啊，我们都巴不得你们快点长大。我今天才晓得，你跟妈妈都已经老了。哎呀！ 我也想像妈妈一样，妈妈又绿了我。却不知道原因是你。滚！那种简简单单的喜欢会永远吗？我喜欢你。大声在风中讲的告白，你听到了吧？李安然。 如果不是你，我不可能是大学生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晓得我老汉还看得到。如果不是你，我。如果不是你在这里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。当我娘的，你们不要过来！你别想办法去哪，你想什么去哪？ 我走，给我滚，给我跑！离婚去了！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早就占满了你。他看得到。他看不到。他看得到。他看不到。他看不到。 刘然在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如果不是你在这里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，像一丛海面跃起，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。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。 那是想说我喜欢你啊，喜欢你。